再来一次。有有，我这次准备好了吧？希望是可以过，拜托，水水让我过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。第一关，第一关一定要洗到三回合，所以不能太快通关，所以你要留一点锁定珠子下来。可以用情况吗？我想用情况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，哎，那暗珠卡住了，有点危险，小危险。好，有了。按住，那没问题，这回合一定要带走他。带走，敢不敢再说一次？不敢，不要再暴力 break 啦！我这次真的想哭，给我通关，通了。先打一次。马奇能过吗？马奇好像可以耶，他可以转星，马奇怎么感觉有机会啊？我等下认真来研究一下马奇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哦，没开分心。马奇，我找一下观察资讯。马奇，马奇好像，马奇好像真的可以耶。等下我们试试看马奇吧，马奇不错，忘记开这个了。哎呦，我觉得马奇真的有希望哎，而且感觉比团长还要厉害。哎呦，好好好，这个先开，顺序要开对，就是先开莱昂内尔，然后再开 Miko， 然后再关莱昂内尔。莱昂内尔关的前提是你的所有技能都要开起来，你的技能都要开掉的情况下再开，他才有办法捡到 CD。这个动作很关键，因为这队差一个 CD 就不会过了。偏三颗，青龟被遗忘了。没有啊，青龟不好打，青龟没办法回血啊，他那技能跳不起来，除非你有捡 CD 龙科啦。今天氪10000为了新黑金，你是说这一张十封王吗？为了十封王氪了10000，怎么那么多？你是一直吃石头回体力去打是不是？好，第三关。我靠！等等等等等等，他！哇塞，这什么意思？有点厉害耶！我好，没事没事，当作洗技能。我们还在，还在，水珠还在，吓死我！新的一年又更新了。我想要先回血，先回个血，不然等下那个不能被烧到，有点麻烦。虽然说我规划的路线应该是不会被烧到，虽然是保险，打到直接鸟位好位满。对啊，这些关卡你要速刷很难，除非欧布啦，欧布是我觉得可以唯一可以比较接近速刷的感觉，其他的都没有到那么适合。哎，照着我的路线走，斜转上来，七 combo 完美反面，有没有？这个我已经研究了，呵呵，没问题的。动动动动动过啦，好舒服。第四关，五颗，四颗，四颗。四颗，五颗，四颗，差不多了，来走。龙科开下去，哎呦，无数版面呢，代赛，代赛王。
差一点，但是这个应该都可以过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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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哎，好，我就棒，舒服啦，好，没毛病嘛，啊，无数。太厉害了！那这边千万不要开木莱昂，其他都其实这边直接爽就好了，不用开任何东西。你只要有无数的版面就 OK。好，咚咚，绝对是异伤。这个附加效果消除，再开木莱昂很重要。不能开反，开反你也是去了。好，耶，过了过了，100分。接下来第六根，这里要打保守一点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好，先这样。你看是在抓痒吗？打这么痛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一 combo 一 combo， 洗技能其实是可以开，可以开这个就好啦。对啊，开这个伤害一定够吧？我有点 frag 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应该没问题吧？信一双子容易过吗？嗯，感觉不太容易。但是如果要过的话，应该也是差不多这种配置哦，这个这一队的配置。有了，欸，也不一定哦。信一双子感觉，不对，前面 没办法，信一双子比较难。好，给他死了吗？没有，哦，好险他没死！你看这个，好，那这样就没问题了，直接带走。你这边感觉有机会翻船呢，欸，因为他那个，他说他再多给你天降，他带走的话，你那个龙哥跳不起来你就去了。好险，那我们还活着。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，这应该可以说那个字了吧？应该可以说那个字了吧？但我忍住了，我只想通关，我不想再立任何的 flag 了。应该是要过了啦，应该吧。噔噔噔噔噔。要大声说跟了，不才不跟呢，稳。超稳的，我跟你讲，稳到爆炸！好，两只水珠换红令会比较好吗？红令是谁？红令吗？红令，红令。